我做个受怕青年，愿你有发奋。发展策局都非常之着重青少年防罪宣传嘅活动，好似今日我哋就连同毒品罪案调查处同埋一班灭罪小先锋嘅学员嚟到关仔一带进行为期一周，名为预防青少年北上滥药嘅宣传活动。咁喺呢个活动里边咧，一班嘅灭罪小先锋咧会从其他青少年咧去宣扬一啲防罪同埋防毒嘅信息嘅。